Hello。那我们先走啊，阿基在旁边。好。好。音乐先。好，我来。紫色。色。啊，又是紫色。喂。紫色。紫色，我抽完他，抽完他。绿色。哎呀，哎呀。阿比。绿色，阿基，怕，跑团，啊，对哦，阿基先买东西，忘了，阿基色，绿色，紫色，团团，可以，我把他打过来，打过去，我去点，好，我们点，有人，这个时候把他打出来，打出来，点，阿比，我点了吗？有，我跟，我们点一次，这边刚刚开始，哎，你们让位，让阿比，好，有了，回来，哎，好，准备开始哦，准备好队了，哈哈哈哈哈，阿比回来，走，我出去，等一下，各位东西。这队都是动物，刚刚好，没关系啊，我去放一点小东西，找他们麻烦。好啦，希望他们不要恨我。不会啦，他们那么凶狠。你们有要先造女巫，还是说直接先用枯工？那枯工可以先啊，但是我觉得势必以后一定要用到女巫的。我觉得女巫真的太 OP 了，女巫太夸张。地狱幽灵，你们觉得如何？还好，我觉得威胁刚刚还好。对，刚刚真的威胁最大就是女巫而已。太多，满满的女巫，而且一次太多了。对，重点是一次才。是我觉得要一次击多一点比较，对，比较有杀伤力。对，少少就是干扰而已啦。对啊，就一下就打掉了。阿比那边，你只如果有一组的半，一组半的时候跟我讲一下。一组半是多少啊？64又32哦。对。数学不好。96。前期用纸用量太大了，没办法，一定只能这样。哎，北极熊都在哭了。对啊。阿比。嘿、hey。我们分两路放，一人一半。哪儿？在箱子里。你放右边，我放左边。我看一下哦，是哪一个？这个吗？好。对，好。你要放了吗？好，要了。要一起放吗？好，对，一二三，放，全放。对的，好，全放。救命啊！怎么了？不要死！没事，还行。死了，我会哭。对。我拿一堆纸回来，我先拿进来商店里。我也需要纸，我也需要纸。里面应该还有吧？你先进来。我进来。然后纸给你。有没有？给我纸，我怎么让他们全部死 ？OK。丢歪了。我去外面清库工，好好好，来。你只要给我那个纸，我就可以造越多女巫，我这样可以造很多。有，我们现在正在努力产当中。有，现在在当仓鼠。有，在那边女巫站啊！这个游戏女巫最 OP 啊！真的。哎、啊，你等一下要换女巫，要不要取名字啊？要再来一个圆圆吗？魔法咪噜咪噜。好，你取魔法咪噜咪噜。有枯光，又有女巫。嗯。打不到。他叫什么？团团间谍哦，他的女巫叫团团间谍，做事啦。好哦，团团间谍。好了，我觉得我要先进去了，救命！我要死了！救命！哎、欸，不能死！我死了！救命！一口气太多了，要爆！找不到门，这里是门吗？没有，就是他们刚刚放的、啊嗯。救命！有枯光，我死定了！我在打！没有啊！我觉得我要死了。你在哪？这边哦。带了一堆怪过来，救人。哎、欸，有枯光！救命！我在打。好了，要反击了啦。对，该反击。差不多了吧？反击要号角，要想起奥卡住。哈哈哈！卡住，这个好没有说服力啊！我回个血。四十二颗蛋。好，我们命名完，然后我们拆半丢吧。你们丢吧，你们丢。啊，你要
继续采纸。那可能外面好多花。哇，真的是一个仓鼠心态啊。对啊，仓鼠棒棒的，打怪喽。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在这，我丢出来了。啊，等一下。你在哪？哦，看到了。好好，我来。来来，我右边，你左边。来，我要先命名。右边有，哦，这边好多枯光哦。我帮你清女巫，先把女巫清掉，先把女巫清掉。痛。啊，哦，这个生海守卫砍掉了，有时候有点神啊，还好啦，就看到会。会神，对，会神会神，那个台语就是神。小鸡要放，跟我讲一下。好，OK、要放了，放了。好，可以喽。哎，你是在那边有可恶，那我去另一边。他们三个都在，站在那边，感觉应该有所防备。你们还需要什么物资吗？除了纸之外？骨头吧。那还是我去采。好，要煤炭。哎，我在采骨头。哦，好，那还是我去采煤炭。对，煤炭，你先采煤炭。那我先把那个纸放箱子里。啊。煤炭在骨头旁边。啊，骨头旁边吗？嘿，要跳上去的那个，那超麻烦的。没采过煤炭哎。这是要怎样？哦，跳这一阶哦。对，登阶。神呢？体适能。每一项都是好吗？没有，有一个比较不是啦，有一个那个跳楼走，不是跳楼，有一个是拉线的。啊、哦，那个煤炭有一组了，要放哪？我也放中间吗？中间。好。你可以去换啊，你可以去把它换。换什么？可不可以多一点？烈焰神啊，就直接把它换，就丢过去啊。它是只需要煤炭吗？还有煤炭跟纸，任何怪物都要。我换换看，没换过。没关系，换了就丢吧。女巫来了，先躲。女巫来了，先躲。烈焰。哇，也太多只了吧？对，先躲。我中了，哦，好晕。嗯。我要换几颗啊？烈焰神全部换掉吗？全换啊！有换啊。啊，出来清怪清怪！啊，只换了四颗，没关系。它很贵。哦，怎么那么多只啊？很多只啊、哦、？OK 吗 ？OK 吗？他们急迫进来，认不得路了。哦，嘿，先进来。哎，他们名字都好凶、哦。我以为你是怪。然后我哎，好多！为什么这里这么多窟窿？另外一边比较少。就全部引进来吧。嗯。三二一，什么？救！命！生存模式。就是可以把中间打爆吧。要过来了。嗯。要放那个了吗？烈焰神。好，然后他说不能偷东西哦。不能偷东西哦，好。对，不能偷宝箱。哎、欸，我想放，可是都是窟窿哎，放不到。等一下，如果是那个什么，等下他来打你。来，我去放。哦，怎么那么多只啊？哎、欸，是跑出来了吗？跑到我，哎、欸，我放到我们这边了吗？他们就是来专门 PVP 的。What？ 哇，他们嘞？救命！闹，超闹的。他们就是来 PVP 的。唉 ，OK。唉，这个那么和平的游戏，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对啊，可以去找他们，我要去找他们。神奇奇。哇，等一下。啊，找我，但是我身上没什么东西吧？哇，对，我要死！救命！回家换个东西，放到自己这边了。哎，村民不见了。这村民不见了，换武器的不见了。Okay、有啊，他在、啊。那是 bug。那我怎么办？可以帮我换一把剑吗？我看不到他。为什么我们家会有烈焰神？我可能放歪了，对。飞过来的吧。现在变成是在 PVP 喽。哇，好麻烦啊！天啊、那就来啊！好级凶。
有人可以给我一把武器吗？来，送你，送你。谢谢，看不到他。但是我没武器了。PVP， 你有纸吗？你有纸吗？我有32个。来来来，纸，我换个武器。哎、欸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天哪、啊！我是那个代购。代购。好，他们现在全部中，他们现在应该全部哎、欸、是哈基而已哦，可恶。只够啊，只能换这个啊。消禁时间。嗯。接下来死了就死了。啊、他们是想赶下班的，对不对？可能吧，差不多了，时间差不多了。哇，赶下班，赶下班了，想杀了，想杀了。有，我把换金苹果，换金苹果。没有金苹果吧？有吗？有金苹果，金苹果。哦，有金苹果。会来一波。哦，来了来了来了，云月来了。先氪金苹果，先氪金苹果，我氪了，我氪了。你氪，我们根本在玩别的游戏了。那我们在玩别的游戏。走开了。金苹果是哪里呀、啊？哎呦，他们换那个了，他们换那个死掉就不能复活了。哎呀，有。哎呀，我杀两个，剩一个。阿比，走，剩巧克力。你们，可没有没有，他们又会重生，所以你们再杀一个，然后去换那个就是死掉不能重生。哎、欸，那我就要400分。哦，人来了。你们死了就不能复活喽。咚咚，哇，死定了！饱了，死定了！救人啊！救命啊！PVP 游戏啊！哎呀，上去吗？哎呀，然后上去吧。我们好像在玩 PVP 游戏哦，是玩游戏有点。我们才是真正的怪物，超凶，比怪物还凶。你要快啊！最后时刻被轻装备超崩溃了，真的。而且你在轻装，我其实有多换了一件装备了。哎，刚好。为什么你们在轻装备？都阿比哦。啊？什么东西？轻装备啊！每次轻都是轻到你。上一场也是。哦，好像也是。都轻到你了，连续三次哎、欸！连续三次。你说那个自动清的吗？还是？对啊。嗯，对啊，第一场我被清了两次，后面晚一点又被清一次。你那么喜欢拆光光哦？我哪喜欢？这不是我可以控制的，难过。等一下喝随机的时候，阿比都说我愿意脱。哈？什么？怪怪的。你好奇怪。你才奇怪，脱光光。太棒了，很累，非常的速度，真的、啊。行，换成 PVP 就很速度了。我们在那个生存之前还放一些怪，然后就要过去的时候，那些怪在打我们啊，直接转头打我们。对啊，怎么可以怪到底我们放在干嘛呢？我去。欸想干什么？你们是要打架了吗？欸、你们两个、欸、想干什么？一直来呀！互相伤害，干嘛互相伤害啊？回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打架，要怎么跟我见？等一下，三七七，哇，我休息了，休息了，啊，辛苦了，辛苦的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